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狂想小公。今天我要带来 UHC 原味生存第四集。上一集呢，我们打造了这个圣柜塔，然后我私底下刮了一下经验值啊，然后就把我全身的钻石装都付完了。然后我记得只有兄姐是没有二次付过的，因为我其他付出来的附魔都很烂。鞋子啊，帽子啊，都是合两次。那胸甲是一开始就付的还不错，然后剑，然后弓也有无限强力式跟冲击，无限是另外合上去的。然后我们今天呢要来盖储藏室，我今天想要一开始要先把那个附外面的土全部都填平，填出个大平台。哦，然后让我们找个地方，然后把我们储藏室盖好。然后材料呢，我都已经先准备好了，在这里。这些啊，有一些之后一些小部件会再另外做。然后我是想要做一些石砖，所以我这边再放一个切石机，然后这边就多一只村民了。啊，然后我来做一个效率是993的钻镐，所以我钻石是完全没有的。啊，对了。我这个效率是幸运三的稿子，我辅导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去把那个非常放一整集没有挖的钻石都挖一挖吧。62, 64, 48, 69, 20, 21, 22, 23, 24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6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好，没了，应该没了吧？总共62个，然后挖出了141颗。哦，我数学真厉害，自己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找一个高度，然后去把地都填一填。我目前是想要找69啊，69，因为它就跟这个村庄的入口一样高。我刚刚填到一半，然后发现一件事情，这边有旅行商人哎、欸，你卖了什么？嘿，喂，我都忘记他会喷那个，我都忘记他会喷口水了，然后我又没有。拿盾牌，哎呀，我怎么又有蛋？没中。我现在突然想要把高度改成68，因为我突然觉得这附近的土应该不够把它填满，所以我要省一些泥土，我就把它改成68层的高度吧。各位，又有突发状况了。我看到一个不太妙的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突袭者小队，哎、欸，我只是在填土而已，干嘛这样？
我真的是超级烂炮兵。我现在有不祥之灾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家又在村庄里面，我现在身上又有不祥之兆啊！等一下，得不是直接突袭了？我打赢了，死了一次，血量剩下这样，盾牌没有了，多了四个安，然后一个不死图腾，我的稿子也不见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的大平台已经做好了。目前我觉得大小应该只需要这样了。另外，这个村庄英雄，我觉得他在这个右上角太碍眼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清掉，然后再重新给我一个效果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。我下一集就会把储藏室也盖好，因为这集遇到了突袭。那突袭真的是搞得我好心烦哦，哎，损失一条命，然后我的装备，小鸡生蛋，丢，没有，好了，喜欢的影片欢迎在下方点个喜欢，想看更多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别忘记分享出去，那么我们下期回见，拜拜。